好，一三九五七五张牌，接下来呢，咱们只需要轻轻摸一下 AK 圈勾十，瞬间变成五张顺子。这是咋做到的呢？好，其实很简单，看似普通的卡牌，其实呢这是一个小道具。这个角是可以有个弹力片的一个气球粘在上面，它会回弹。只需要轻轻摸一下 AK 圈勾十。好，一罐薯片，剩下最后一片，算完之后怎么办呢？关上，盖起来，打个响指，就会变成一罐全新的薯片。这就是咋做到的？这里呢，也像是一个装成的托盘，看懂了吗？